接下来进场的是让北台湾非常有名的台北建设社协和台小法团啊，北台湾就是这一支的小法团最猛了。协和团，咱小法团，咱的小法老师，感恩谢谢你们。继续，咱现场要来邀请，咱的谢谢贵宾、嘉宾要来举行团拜大典。咱今仔日圆满团结，再一次感恩感谢谢谢参与诶，种技术人员以及工作人员，大家向你说一声感谢，谢谢，辛苦了。接下来我们要跟我们的楼主以及现场所有。